两万不给牵手，熟女界我的男友是条虫。手指动动，羞羞脸，你以为这招只有女生爱用吗？看看台中这位25岁许姓男子，修图前水肿宅男，修图后韩系花美男，他就是靠这招诈骗上百万。其中一位苦主就是这位34岁的姐姐，她在网络上认识这名谎称是羽球国手的许姓男子，两人第一次约会，姐姐脸色惊结，本人和照片不一样哦。男子解释，我没有打扮，角度问题啦。接着许姓男子以生日为由，让姐姐刷卡买了20000多元的羽球拍、球鞋和球衣，但让姐姐心碎的是，花了20000多元想牵牵小手，却被狠心拨开，跟朋友哭诉后才知道自己遇到网络男宠了。警方调查，这位姐姐还不是最惨的，有另两名受害者被骗了上百万，真是坏透了，欺骗姐姐的真心现在被以诈欺送办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